啊，咱各位学员，大家安班，大家好。啊，真欢迎今仔大家吼，会当做位来遮研讨咱台湾民政府对台湾的一挂法律的论述吼。那么，首先先恭喜恁大家，吼，有这个机缘，有你的亲戚朋友，会当给你介绍咱台湾民政府。那么，伫你毋捌来遮上课之前，咱大家拢受国民党啊，伫即七十年来党国教育的教育吼，拢甲恁教一挂假历史。哦，像咱拄仔秘书长咧讲，十月二五毋是台湾共和日吼，迄天只是一个代表中华民国的军队代表联军来占领台湾俩。迄天叫做军事占领日，毋是光复节。所以光复就是讲，你的领土向占去，啊，你即马佫甲拍赢占倒转来，毋知叫做光复。但是咱毋是啊，咱是日本的大日本的台湾，咱是用占领去，啊，那叫咱讲迄间叫做光复节。所以咱秘书长他拄好讲，日本明治天皇伫1945年4月7日，甲明治的帝国宪法伫台湾实施，迄间他是正港的行宪纪念日。不是愚人节，啊，咱即马愚人节甲改做10月25日。那么我即马已经甲真侪假日哈，节日中国的节日我拢甲改。譬如讲，我过年是拢过西元的1月1日是过年，这是跟全世界同步哈，大部分哈。日本明治维新，人因嘛是过新的国历的年，吼，唔是咧过呢，或者农历年，无啊。过去受汉人的影响，拢过农历的啥物过年，吼。爱伫严格来讲，或者中国年，吼，迄是差不多中国人，又受中国影响的国家，像越南，吼，伊即款来咧过年。全世界拢咧过新历年。中国人、中国系统，迄个中国影响哦，咧过农历呢，所以人中国，迄个西洋人咧过时，拢咧休困，啊，咱受了中国系统呢，咱要个咧拼经济，我啊，但是电话要联络，人外国人拢休困，你要接订单，你要甲咪联络，人拢咧过年，因头为元旦节就开始休啊，吼，啊，咱人咧休困，啊，咱咧拼，啊，拼无落来，因为人拢在休困，啊！换咱在休困的时，人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拢在拼经济，所以咱浪费了不到一个月时间，吼，前前后后。所以，顶礼拜4月7日，因所谓清明扫墓节，哇！以前，因为阮爸爸要伫的时，我定甲建议讲，咱卖这个时间扫墓啦。这个时间，我哋吼隔壁地区，迄个时阵足够落雨，啊，若无落雨是热到要死。我咱头摆改吼，算春天的时阵吼，开春的时阵，等要凉的时来扫。拢无啦，这都新的无熟，旧的无灭，吼，同啊一定爱照四月七号去讲。啊！即马，阮爸爸3年前过用了，我就改啊。我即马就农历的1月1日，我一讲伊咧扫墓，啊，即真侪人可能也无法度接受，吼、哦。但是总是啊，有人开始做安尼，吼、哦。那么我看真侪客家人，伊嘛是伫即个农历春节咧扫墓，因安怎？迄个时间嘛，真侪人有休困，啊，亲族个人拢会倒来嘛，吼、哦。所以我迄天改扫墓节，吼、哦。那么我也无咧过中秋节，啊嘛无咧过肉粽节，无、哦。啊，所以希望大家看法改变，吼、
咱来跟全世界来同步哈，卖受中国系统和民主的影响哈。那么，直接我要建议讲，咱秘书长有真辛苦写真济有关台湾的册。那么上重要一本叫做《新台湾论》，我望恁大家拢爱来买一本来看，因为无可能讲来遮三讲两昧，都一定甲台湾的近代史、台湾的一挂法理的主权地位真相讲啊足清楚。那么你会当看迄本册，迄本册，阮甲号称是台湾民进会法理论述的这个。就圣经安尼咧，迄个地位，因为大部分台湾的主权地位的真相，然后一本90%拢写伫内底。那么，比如你出十几本册啦，吼。那么，这本我唔忙，大家一定爱有，吼。那么，第二本册我要建议大家爱买来看，就是二十八事件吼发生的时阵，美国。派驻伫中华民国住在台湾这边的这个吼，这个领事馆台北领事馆的一个官员，叫做乔治科尔，伊所写的《被出卖的台湾》，被出卖的台湾，这本册你嘛一定爱看，因为呐，这本册写个人客观的眼光来看，迄阵二八事件前因后果，啊个一挂真相。因为你若讲台湾人写的，你可能哎，台湾人拢写个台湾人较偏，好、哦，人写的，你也就是讲啊，这拢写的偏中国了。那美国人写的较，那么迄本册你呐，我都回头看到尾，我都讲你有那真有耐心。真会肯定，心脏有够用。因为我迄本册我买来看，我差不多看唔到四分之一无，我都看袂落。我就讲已经够了。台湾人受国民党的这个糟蹋，国民党军的糟蹋，吼、哦，这个深仇大恨，我讲将来转型正义，哈、哦，那无甲好啊，算一下吼、哦。这台湾人一口气我都。吞落去吼，过来，我这本册是全世界上畅销的吼，出版的国家的语言上侪版本，销售量吼，就是出版量也上悬的，这叫做《圣经》吼。那么我也推荐这本就讲，你包括你美国人选总统，总统若要就任。用来手按圣经来发誓，就是讲，就如伊讲，按照圣经上面上帝的教训，哦，来为这个国家服务安尼。表示这本圣经不哩啊重要。啊，你甲想，如果有一天咧想，迄时阵啊，欧美的人，伊的国家哪会拢遐进步、遐文明、科技遐发展？哦，尾后我体会讲啊，原来因拢相信这本圣经，包括你看以色列，这个国家这么小，土地面积差不多不够台湾的，给差不多台湾三分之一强，爱人人口差不多800万人呢。但是你看伊这国家这么小，但伊这么强，用这发电哈，比那个回教的。国家哈，无多加吞那个并吞起来，就是讲，因以色列，第一个哈，他号称上帝的子民，哦，哎，这个圣经嘛，是因为有以色列这个民族哈来发展出来，哈，都是一寡先。那么全世界出版上最这本册拢无。咱拢无去甲了解，即足可惜。即内底一定有一挂真好的智慧，吼，一定予咱一挂启发。哦，是安那以色列、美国也遐信道，就是以色列人
你讲伊做生意，迄、那个生意头壳，好、哦，犹太民族，伊掌控华尔街这个金融，哇，美国的经济命脉命脉拢由以色列犹太裔的人掌握掉了。所以现在美国伫联合国拢会挺以色列，啊，以巴战争，哇，跟巴勒斯坦，也加战争，哈、哦，啊，是无论是加沙怎样，美国伫联合国拢会挺。就是以色列伊个，包括因个无论伫金融，啊，伫政治上，包括这个，这个美国个大法官，大概历年来你甲加起来甲算起，占差不多三分之一是以色列迄个犹太裔个，佮包括诺贝尔奖，犹太裔犹太民族，因个人口可能占。千分之三，哈、哦，犹太民族占全世界的人口，差不多千分之三呀。但是伊刚摕诺贝尔奖，摕五分之一，百分之二十。另外，0.3%的犹太裔的民族刚摕20%的诺贝尔奖，啊，你就知影讲这个民族真厉害。好、哦，啊，这有啥物原因？我尾来想就是讲，伊是有迄本圣经啊。哦、所以这一定有很多足有地位的东西在里面，大家在那里探讨、哦、好，那么我们今天我来进入我们的主题，我的主题叫做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、啊、你只看位置来看，你就知道说台湾就是不正常，所以比较需要正常化、啊、对不对？也 代表说我们七十年来那国民党的党国教育，教到咱读个拢内底底个全笨死，全读书，所以大家拢笑笑啦，不正常。所以咱来在学台湾正常化哈、哦。那么我叫简报系统来讲哈、哦。那么法律上，台湾近代主权地位的变化，来简单来做一个小解哈、哦。来，1895年，甲午战争了。改清建白，哈，所以日本天皇依照下关条，这下关条就是因中国人咧讲的马关条的，哈，所有的大部分的国际条约拢是以地名，伫对来签就讲迄个地名，哈，甲午战争改清输了，因伫下日本的下关签一个下关条的，日本天皇依照下关条的合法的从。大清皇帝取得台湾跟澎湖，你看，就签一个两个国家签的国际条约，但是中华民国的历史跟咱加工，日本窃占台湾有无？讲日本是用偷客甲台湾，哦，台湾偏哦，这大地唔知变哪偷客吼。但是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第二次世界这投降嘛吼，然后。七年后签一个旧金山合约，日本在1952年，日本政府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来放弃台湾跟澎湖的管辖治理权，但是主权台湾跟澎湖的主权还在日本天皇手里。啊，这里要注意，一个叫做主权收款，一个叫做管辖治理权。那么日本天皇跟日本政府这两个位阶不一样，哈、哦。日本天皇拥有台湾跟澎湖的主权，包括整个大日本。那么，日本天皇把伊的土地交予首相所组成的政府，所以政府是拥有管辖治理权。啊，这么日本政府是放弃台湾跟澎湖的管辖治理权。简单来讲，民间土地啦哈，比如你有一家地土地，啊，我给你租一年10万，啊，我给你租5年，我加50万交你，啊，咱伫台书遐签一个合约书，啊，我给你租5栋，这5栋，你等于就是放弃地上管辖治理权，我潘良华要在顶管种什么水果、山啊，乃至香蕉，就在我种，啊，咱签的约。
迄块土地无变无过户嘛，嘛是要你的名，对吧？所以日本政府那敢那放弃地上管辖治理权，就敢那讲，伊敢那放弃地上权啊，无过户给啥物人嘛？迄块土地嘛是要个日本天皇的，啊，我给你租迄块土地无过户嘛是要你的名。比如讲五年到，你不爱阁租我，你就阁收回管辖治理权。那么到现在，日本政府还没有收回管辖治理权，啥物原因？就是因为战争在还未行清楚。吼、哦，迄当时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去打美国，和美国的美国兵死去，飞行机载落来，船啊沉落，这些损失爱赔啊。就爱到去奇袭珍珠港，为遐开始的哈、哦，所以隔天这个美国总统伫国会，哈、哦，美国会通过授权和美国总统宣布对日本宣战，哈、哦，好，所以到即马日本天皇还阁拥有台湾跟澎湖的主权，无归乎和中华民国，嘛无归乎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抓头抓尾这两个国家。拢无台湾甲澎湖的主权，哈、哦。好，过来。所以目前台湾甲澎湖还阁是主要占领全国。即句话主要占领全国是旧金山合约内底，吼、哦，第23条所讲的，嘿。还阁美国军主占领中间，哈、哦。那么即马因为1979年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，所以依照台湾关系法，委由台湾治理当局，就是以前的中华民国。要搁咧甲咱代理管辖当中，吼、哦，所以较近，要搁中国人、中华民国咧甲咱管，这个流氓政府要咧甲咱管，哈、哦。好，这基本的一个概念先了解，吼、哦。好，进入第二个主题，台湾主问题，台湾有足侪问题，就是因为国民党来了，发生足侪文化上、吼、哦、人文上、吼、哦、啊生活习惯，咱足侪拢都要改动去。尤其很可惜的，日本政府来台湾跟我们管50年，已经让我们台湾人脱胎换骨。哇，现在又有三流的中华民国来，又管一个又糟践去，错去、哦、首先很重要，就是说我们要先了解我们到底是什么人，因为你如果没了解你自己，你到底是什么身份、什么地位、什么国籍、什么民族，你如果没了解，你会人差做老爸，现在很多台湾人，你看2300万，那总统大选，你问总统，中华民国总统大选，欸，咱2300万跟当作纯的中国人，2000万的本土台湾人，欸，咱2000万选出去300万人，啊，这什么原因？就是咱头壳用教歹去，伊甲咱教讲我是台湾人，也是中国人，有无？咱是日本的台湾人，还有加加变台湾人，还是日本人，嘛，还是中国人？你会记？我会记，阮较早学校迄个本迄个作业簿后壁变过来，拢有写着“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”，有无？啊？小号的哈，今天有吗？哎呀！我还记，迄阵拢有写这条嘛。啊，我想讲，哦，都爱做因中国人，他堂堂正正，啊，若做台湾人，拢起起喘喘。好、哦，啊，所以伊拢用这款潜移默化，讲做台湾人是足低级的，歪歪喘喘的，都爱做中国人，较高级、较尊贵，安尼。啊，所以做者台湾人就想讲，啊，来做中国人，较高级的款。因为中国官主官拢中国人在做，台湾人上过做到副主管，哈、哦。好，啊，咱来先来了解咱是啥物人，先了解者，咱是对一族的，哈、哦。那么伫台湾本土台湾，我先甲分两大族群。第一个，中央山脉以东的这个，哈、哦，这土黄色这个，哈、哦，这个高沙原住民族。高沙族，咱过去拢会讲三地同胞，哇！啊，即嘛因
该讲的都不要因为抗议，该做原住民族哈，讲英文来带你在原住民族。好，啊，过来的是西部平原在叫做平埔族。那么高山过去，咱讲有高族，唔啦，其实今麦已经十六族啊，哈。内政部，中华民国内政部有承认有十六族。那么西部平原家，咱的平埔族嘛有十几族，啊，较有知名度的、较大族的，有差不多十族。好，咱不是宜兰家开始看，宜兰家有克马兰族，哈，有一个克马兰客运，好吧，啊，你走，诶，卡巴兰，哈，好。那么台北市家有一个凯达格兰族。就是阿扁啊，两千年选到总统了，为着要纪念凯达格兰族，把总统府头前迄个介绍路甲改做凯达格兰大道，哦，所以即马若要去抗议、抗争，拢会伫凯道遐吼。好，过来咱桃竹苗遮有一个道卡斯族，吼，哦，道卡斯。过来中部，包括苗栗一部分，苗栗、彰化、台中。甲南投，遮有三个族群，吼，伫遮咧活动，吼，有一个巴泽海族，吼，巴寨，佮有一个巴布拉，佮一个曼布萨，吼，因这三族伫中部咧活动。那么其实，佮有一部分是伫这个南投迄个玻璃，遐有格哈乌族，吼，格乌，吼，嘿，格，啊，你敢遐个人，吼，格哈乌族。啊，但是这个内底无写哈，好。那么分林甲嘉义，则有一个红安雅族哈。啊，过来台南地区，则有一族平埔族上大族的，叫做西拉雅族，西拉雅哈。那么其实西拉雅族各有两个支族，好，其中一个就是2009年八月七日，哈，莫拉克风灾。灭村、小林村，迄，那个叫做大满族啦，哈，大满族，哈。啊，另外搁一个支族，就是高屏地区的马卡道族。啊，这个马卡道族以前嘛无人知哈，像这个岛内底都连马卡道族都无哈。那么谢长廷选到高雄市市长，啊，吴敦义哈拍牌哈，选到高雄市市长，啊，伊为着要纪念。高屏地区的马卡道族，所以伊伫这个纵贯铁路，哦，这个纵贯铁路边啊开一条叫做马卡道路来纪念马卡道族。啊，我本身就是马卡道族的后裔哈。啊，我来顶个你介绍一个祭马卡道族的方式，哈，就是你我讲了，你一定记得开。马英九卡在。平交道，好，安尼，你来记啊，哈。啊，火车哪来，龙来包死的嘛，哈。马卡道主哈，这条道路叫马卡道路，马卡道，哈。啊？马翁是啊，我唔知。好，好，安尼，去爱查，我唔知。过来就是讲，那么这张就较新的这个台湾族群的分布图，哈，啊，你做嘛？这个南屿这个达悟族，哈，啊，这个在这个高屏地区、较山区这边，哈，包括一部分台东这吼鲁凯族，啊，加台东的卑南族，好啊，这个台东纵谷叫阿美族了，哈，啊，个泰鲁格族。是萨克拉雅哈，火火族啦，啊泰雅族哈，这只是这种这边拢属较高山民族哈。OK， 那么上新呢有两个族，啊这种几百个呢，就是一个卡纳夫这族啦哈，啊一个拉阿鲁瓦族，啊这种无到一千人，啊是安那这两个是头半年前内政部通过，啊等到西拉雅族哈。这个西拉雅族没通过，因为西拉雅族八几万人，
啊，即目前高沙原住民族中华民国内政部有承认的吼，加加来无超过600,000人。啊，这个饼就遮大块呢。啊，你即马若甲西拉雅族80,000人甲通过户加入来，啊，加80,000人要来分这块饼，啊，这高沙民族一定无欢喜，搞不好佫翻刀佫背起来佫要出头啊！吼。所以内政部中华民国内政部唔敢通过哈、哦，好，好，过来你是唔是平埔族？其实咱台湾85%拢全平埔族的后裔较济哈，是唔是平埔族？你把你的手弯起来哈、哦，你这个手掌哪有一条凹痕的哈、哦？这个就是平埔族的特征哈、哦。另外一个是特征，就是讲你把你的脚掌脚。啊，上尾啊，迄个上世纪咧，肩胛脑闭损咧，迄嘛是平埔族的特征。啊，过来从风俗习惯，你那习俗哈，嫁娶无顾坐大位，你那要过迄个风俗的，迄嘛是平埔族的风俗哈。妈妈的哥哥还是弟弟，爱来坐大位。另外，妇女呐怀孕生囝了，做回来那食麻油鸡酒，这话呢平埔族的风俗之一哈。啊，过来习俗会特别能请人，好、哦，这嘛是，现在食台湾人也爱食槟榔，这就是因为早期台湾岛哈拢是张力之气。啊，空气佫作湿的，你知影湿就会发霉吼，啊，然后动不死去，爱产生一下菌，有空气中的有潮湿作个生菌，所以这个张力之气真重。啊，台湾寒天作冷，湿佫冷，湿冷。台湾啊，比如伫12月份，咱家那比如哦寒流来5度。你看，同迄个时间，你去东京嘛是5度，但是你去东京5度感觉袂冷呐。东京迄款冷是干冷大。我记咱只4年外前，2011年的1月15日，咱原来算第一期的，迄阵日本人嘛来只受训，迄三个我看那。5到6度，寒到安尼，揪到一只那虾啊，啊面啊安尼吼，嘴唇敢那拢乌去。讲奇怪，讲啊，咱个农场主人吼，赶紧去遐迄个电热器有无？甲烘。我想，我其实讲日本人因为因不是遐拢会落雪吼，因已经足会堪哩寒，结果因袂堪哩咱台湾即款湿冷湿冷，讲这寒到位骨头落去安尼。讲讲到骨头会疼呢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因为湿会降了哈。这看我较早过去的印象，讲我叫伊讲日本人唔惊寒，结果因来到台湾伊袂堪的。啊，台湾人变啊御寒，直接湿冷的冬天变啊食槟榔。迄槟榔哦，我嘛捌寒天朋友请我食，我平常时我就拢无咧食槟榔，啊，食了吼。今天外套衫一件一件脱，搁流汗，寒天哦，迄阵差不多往7-8度安尼咧，啊，迄就是会当驱寒，冰冷会当驱寒，搁驱虫，好，啊，所以早期台湾无啥物医药的时，往来靠食冰冷过这个寒天，哈。那么母系社会是平埔族的一个真重要的生活的特征，好，妈妈做护长啦，是中国人。代清来管台湾，平埔族迄个代清安尼一直甲同化吼，到尾也较父系社会，别个顶管，好，算无以前是母系社会啊，好，好，来检讨讲，是安怎咱会摕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？好，拄啊，秘书长讲个，好，1946年1月12日用行政命令。把所有的台湾人拢变更国籍为中华民国国籍，中国人做个骗人，因一日来台湾都讲咱
回归祖国的怀抱，是吧？啊，台湾人都安那戆得好骗呢，哦，本来咱是战败国，咱大日本的台湾，日本战败就是台湾战败嘛。啊，美国的麦克阿瑟用一般命令命令，就应该就派一个部队来接管台湾。啊，因一个来吼，啊，咱就足惊惊哦，啊，占领军要来啊，咱台湾人唔知变哪有糟蹋。结果一来，好，陈诚一来讲，演讲讲，台湾的同胞已经回归祖国的怀抱。哦，啊，回归祖国，中华民国，啊，一边战胜国，啊，本来战败国做秘书的啊，哦，咱是战胜国，大家拢跳过，就像头拄我讲的，咱本土台湾人2000万，其中有1000万，即拢许加加变挖去中国人去啊，咱就是安尼样。骗你！台湾人短视近利，刚才看了眼前讲啊，那边是战胜国，大家拢要跳过战胜国。好，那在1952年哈，就和台北合约啊，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那一天哈，1952年4月28日，旧金山和平生效那一天，在美国的强力主导之下，要求日本政府。爱跟中华民国流亡来的台北的，在中华民国在台北签一个台北合约，啊，伊第十条讲，来，咱来看第十条，伊讲，就本约而言，中华民国国民应该受益，包括依照中华民国在台湾甲澎湖所已经实行，及将来可能实行的法律规章，以具有中国国籍之一切台湾甲澎湖居民。甲整属台湾甲平和的居民甲伊的后代哈，为遮你甲看，顶元写三个台湾平和，太奇怪啊！遮了台湾澎湖，啊遮台湾，啊搁伫咧前属台湾及澎湖之居民及其后裔，即个咧讲咱本土台湾人，头前个吼先卖管，过来伊头前讲一个四维。咱本来不是中华民国国民，咱是要视为中华民国国民。啊，你想，马英九做台北市长的时候，咱的高山原住民族伫个大安溪的河畔，迄水川迄个水里地啦吼，河川地起一挂违建，那马英九派人要去甲拆掉，好啊，原住高山原住民族起来抗议，马英九讲。我把你们当人看，有无？有，看这股作梗诶！咱用视为，我把你们当中华民国国民看待安尼。其实咱唔是，但是伊甲咱暂时当作是，所以咱真正唔是啊，咱唔是中国人啦、啊，暂时被视为哈。卖就讲，我把你们当人看，佮还要把你再教育我。伊个心内就你唔是人，我给你，你只高山原住民族唔是人，我给你当作人。啊，底只讲款，恁台湾人唔是中国人，但是我给你当作中国人来给你管安尼。好。那么现在咱台湾人无国籍，哈，这是1900，咱无国籍这，这个，咱2000年10月20日咱。林志坚秘书长控告美国，哦，那个美国联邦那个地方法院判决台湾人无国籍，就是按那为这原因来。好，你来看，在1952年7月，旧金山合约生效前，日本的法院取消咱台湾人的日本国籍。好，安尼日本国籍判决啊，哈，啊，咱头拄爱第十条台北合约第十条，咱。暂时取得中华民国国籍，啊、哦，日本政府去跟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签的。但是你来看，1972年日本跟流亡中华民国断交，去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。所以因为安尼断交了，跟中华民国断交，逃出来日华台北合约失效。咱本来直接判给日本国籍，去摕到。
中华民国国际嘛哈，咱头拄啊本来有一个日华台北会第十条提到改做中华民国国际，但是中华民国国际直接去判去啊。哦，所以咱阵日本籍也无，中华民国国籍无，所以咱去控告美国的是美国地方法院、联邦地方法院判本土台湾人无国籍，你看，啊，这叫讲天大地大的代志，但是国民党足厉害。全面封锁所有的新闻，不管是平面媒体还是电子媒体，电视拢封锁，所以一百个无一个台湾人知影，好，无到一个知影。好，那么台湾人潜在国籍伫倒位？要安怎恢复？当然，咱的潜在国籍就是大日本国国籍嘛。要安怎恢复？好，就有一个琉球返还模式。琉球在1945年四月初，你注意个，注意四月初迄天哈，发生两件真重大的事件。第一个就是日本天皇以前，好、哦、发布那个日本明治宪法在台湾实施，后台湾变作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好，啊，在1945年四月初。太平洋战争拍到第当日，迄阵呢，尼米兹上将是太平洋舰队总司令，伊带领伊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去攻打琉球，把琉球占领起来，吼、哦，把日本军拍败。好，那么琉球迄个美军占领了，冇成立民政府，哈、哦，琉球民政府。那么伫占领一直到1969年，日本政府迄阵已经复兴啊吼，都重建拢好啊，啊，工厂生产足侪好嘅物件，俗无好用，销全世界，开始有趁钱。那么，日本政府就去跟美国政府协商，讲我爱赔你偌侪钱，你卡要甲琉球还我，啊，美国甲开偌侪。这就是战争债。总办是我啦，为高雄来遮，吼高雄做烧热，啊来遮不止着寒流，啊寒流我着气管着开始不舒服，啊有一个空气歹吼。那么甲开3亿2000万美金。日本政府把这条钱赔予美国政府，按签一个叫做《琉球返还协定》。根据《琉球返还协定》，在1972年5月15日，美国政府把琉球，包括尖阁群岛，就是钓鱼台，拢还予日本。啊，你会想讲，嗯，啊，钓鱼台是咱台湾的呢？无唔对，钓鱼台咱台湾啊，因为钓鱼台日本时代属台北州宜兰厅土城的行政区管的。但你莫别记，钓鱼台是台湾的，台湾是日本天皇的。安尼钓鱼台上的，日本的啊，啊、哦、日本天皇的啊。所以中华民国马英九吼做袂见效，伊迄阵。保钓运动了吧？好。那么根据琉球法的模式中，在琉球还没登陆日本之前，琉球人若要迄阵算日本的境外，琉球人若要登陆日本的四大岛哈本土哈，比如你要去东京做生意，还是要去东京读书，要向美国，哈、哦、美国民政府申请。旅行证件，迄、那个功能类似护照啊 ，passport 的功能，爱摕美国军政府所发的这个旅行证件，才能离开琉球啊。那么，当1972年5月15日，美国把琉球还予日本了，自然琉球遐人回归，等于大日本国，自然去恢复因的。日本国籍啊，哈、哦，
啊，咱就让遵照这个琉球反反模式来创一个台湾反反模式，就是咱来要求咱来报国，日本政府去跟美国协商，爱赔偌济战争债，美国卡要甲台湾骗哦，先和日本哈，赶快。那么国际有分属地主义和属人主义，西方的国家拢总大部分拢是属地主义。属地主义就是只要一个富人人，伫这个国家，譬如美国，伫美国的五十个州内底，任何的土地内底生落来囡仔，自然取得美国的国籍。或者你伫美国富人基点，美国的准啊顶管生囡仔落来，同款拢摕着美国国籍，哈。属地主义有这个好处，你伫伊个土地生落来，摕着迄个国家的籍，你断了你自然的爱迄个国家的国土，爱伊个环境，你袂去破坏，你袂去生产一块有毒的物件来污染空气、污染土地、污染水源，哦，所以你也一定想办法要保护这块土地，因为迄是你生落来所在嘛，哈。那么东方世界受到汉民族影响啊，大部分都拢属人主义，拢父系系统。这个阿公啊，是爸爸，无论伊移民去到倒位，所生落来囡仔，啊，因中国拢讲因是华人，拢是华裔，对吧？以前美国大西部咧大开发咧做公路做铁路，欠工人，就引进作者。奴工，迄阵为福建甲广东引进作者清国的，因所谓华人去美国西部做工过，哈、哦，哎、啊、呀，工人做煞，因遐人无钱，等于福建，等于广东，准留伫旧金山，还是加州的这哈、個哦、洛杉矶遮，啊，所以遐人。华人，兵拢集中伫一个所在，叫做 China Town 唐人街，哇！那么所谓 China Town， 所谓唐人街，都、就是迄个都市内底最落后、治安上歹、卫生上歹的所在，而且因做住宿的，然后几啊华人然后赚着钱，伊袂回馈去当地乡里，伫旧金山伊袂。去投资地，就是讲，就赚的钱，提等于福建要起大厝，要光宗耀祖，所以现在美国也排华，就是他融不进去那个地方，融不入那个社会，啊，钱也袂花，安尼。中国人啊，赚的钱就是要留那阵开，无像美国，你看比尔盖茨也好，啊，是巴菲特。因家因家己所赚的钱，大部分拢要捐出来，当做慈善事业，有无？因拢靠迄个讲，无要传这个企业，无要传落去，他传贤不传子，所以拢请读个真好、做有智慧的人咧做 CEO， 做执行长。伊袂去讲扶阿斗，无像中国人，较歹嘛是阮囝，要互阮囝做总经理，要互阮囝做将来要做党主席。所以现在后面做的企业拢百年企业，中国品牌你找几个有百年企业？哦，拢传落囝，一直传落囝，传落孙安尼。啊，那遐孙那出一个较不重用的，就规个机会就败掉去啊！哈，啊，迄个企业就无去啊！哈，啊，这就是属中国系统的属人主义败处哈。你讲伊。移民去马来西亚、去印尼的华人，是哪？印尼也排华，马来西亚排华，啊，就是拢融不了。说迄个是，因华人家己有赚着钱，过足个过，啊，应用请几啊十个安尼，啊，所以华人目睭红哈。啊，你外围来到遮，啊，无学阮的语言，啊，你赚拢赚遐侪钱，因為中国人算头高那好，干巧。中国人，你别再讲伊叫做巧，伊叫做干巧，因为因中国人
三千几年来就是讲，你安怎骗，安怎搞你落地下钱，骗来伫我落地下来滴啊？因讲上聪明的叫做啥物呢？诸葛亮哦，诸葛亮，诸葛亮三十六计有无？这拢咧骗人嘛？啥物空城计、草船借箭有无？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这拢咧骗嘛？应该用骗的。啊，你若想专专利发明做者好的物件，你予全世界的人咧用的，拢后壁国家的人较济。中国发明啥物新的物件，你予无人用，因拢即马伫后壁咧用。你看，那个无线电啊，嘛是后壁人发明的。过来进步个手机啊，嘛是美国发明的。啊，手机啊，智慧型手机，捧个的，吼，贾博士因个团队开发出来啊。即马大概是也在人手一支智慧手机。你个包括你用三星的系统诶，比如讲这个安卓系统，这嘛是拢后边人士发明出来啊。无人机哦，这啊是讲高速铁路，这拢是后边人发明哈，中国人。想起来，拄啊，因咧较早祖先有发明火药，放烟火的火药，到尾也是咧做杀人武器。后来因讲发明指南针呢，啊，发明造纸术，啊，这足古早古早，几啊千年噶，给发明两项物件，世界较出名的哦。啊，无啥物专利，因即摆拢咧专门全世界咧共偷摕一挂专利，拢用骇客入侵。去把人公司的这个一挂商业机密吼偷摕出来，所以这几年啊，这几十年是咱中国的这个敢那武器的实力一直好起来，连迄个美国 F-22 遐军武的机密嘛，还有偷摕去，你看因发明这个歼三十哇，迄个轰 F-22 呀，吼，过来，咱去当来看咱台湾人的血统。你若无了解咱家己的血内底流的是啥物血，你真系认贼做老爸。后来咱来看，有一句话讲：有登山讲无登山嘛。较早我听这句话，敢那对啊，足正常啊。啊，这就是咱着中国毒无免疫，所以咱一声就中毒啊。听着讲哦，对吼、哦，咱过去登山过台湾。讲心肝结归完，现在心肝结归啊！因为大清遐要来走来台湾，这做冒险的，会死人啊！啊，不要想说唔对啊！有登山讲，无登山嘛，这个无登山嘛，就讲迄阵要走路来台湾，遐汉人，因为女孩子迄阵总是体能较歹，啊，要过这个台湾海峡这乌水沟。他给准那细只，啊！你体魄若无好的时阵，就头爱死啊，袂食吐甲脱水，啊是以前的水无卫生嘛，食有时会漏屎脱水啊，就死啊。所以一般因要走路来台湾，要来开发新天地哇，拢查甫来，所以无查某，所以当然无登山来阿妈。那么登山讲，敢那安尼个？听个，咱台湾敢那父系社会拢登山来，啊，咱本土的台湾阿公敢拢死了了，无可能嘛。所以这句唔对，有登山讲嘛，有台湾阿公。你像我不也个查证，为汉人走来台湾吼，你个像为，他不为当时开始有，为明朝的郑成功明治时期。明政时期啦，1924年，荷兰人来占领安平，吼台南地区。那么，结果郑成功吼为着要反清复明，需要一个反清复明的基地，所以伊伫闽南地区招兵买马，伫漳州、泉州、厦门、金门，伫闽南地区招兵买马。然后伫金门的廖罗湾誓师，
来攻打安平，把荷兰人赶走。一批是上大批汉人，差不多25,000人来占领安平，把荷兰人赶走。那是安怎？咱来讲台语，不是讲台语，讲闽南语啦，哈。就是从迄个时阵开始，因为郑成功有一个军书叫做陈永华，还有台南的同学嘛，刚好台南来遮上课，台南市哈。台南市阁有为着要纪念这个陈永华，有开一条路叫做永华路哈，毛阁一个起一间庙叫永华宫，来纪念这个陈永华。这个是郑成功的军书。那么占领安平了，稳定落来了，伊阁伫台南起一间孔庙，叫做全台所学，好吧？啊，伫迄个所在。用闽南语咧教《四书五经》《论语》，那么闽南语就是郑成功来台湾的官方的语言，到即摆已经383年啊。即个一直拢伫南部地区用即、這个用闽南语咧做官方语言。那么咱台湾迄当时的西拉雅族嘛有上进心，不讲学这外来语言，佮有文字的。因为咱所有的，无论高沙族还是平埔族，咱拢无文字。有文字是一直到荷兰人来台湾，来安平了，为着要跟平埔族签契约，伊用荷兰，若要签契约，一边写荷兰语，这边要跟西拉雅的人签契约，这边用罗马拼音。因希腊雅语安怎读，就用罗马拼音拼出来。而且有这新港文书，哈，等下我来讲着，哈。啊，就是安尼，为迄阵希腊雅的人，我那开始，伫郑成功来了，我用闽南语的时，开始学到383当，东南部地区大家拢嘛讲闽南语。讲个下下叫，你个想，日本人来管台湾50当，咱阿公阿妈，也是爸爸妈妈因迄代，哪位读日本公学校？因的同学哪里开同学会，来同学咧收者，拢嘛拉入去。50当，你若20当算一代，50当都要2代半，咱的语言就作侪拢变去。中华民国国民党来台湾。用北京语叫做咱的国语，强制咱为点拢啊北京语。70年，20年一代，安尼3代半。当然，咱啊大部分人拢嘛要讲北京语，讲个朗朗上口。尤其即卖囡仔幼稚园，就开始拢咧听北京语的卡通影片。去幼稚园，老师教，幼儿园的老师嘛教北京语，讲北京语。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拢是北京语的天啦。所以自然，中北部以上就作家啦咧。哦，中南部还等于主要个看爸爸妈妈讲闽南语。要注意，要注意分辨一件代志。闽南语不是台语哦，哈、哦。真正的台语就是咱高沙族还是平埔族所咧讲的话，叫做台语哈。那、哦、我今麦咧讲这个叫做闽南语，唔是台语哈。会变作台语，你去较早拢会讲闽南语新闻，报新闻了，佫会用闽南语新闻。那即马才变台语新闻，就是为民进党起来了，把闽南语合法要变作台语啊，这是大错误了，吼、哦。拄啊，刚才讲要把中华民国讲做最大公约数，就是中华民国就是我国，赶快。继续讲，你注意看。那么邓山公要来台湾，什么原因要来台湾？以前要离江背井，绝对就是像讲，咱即马要来较好的所在，比如咱要来美国留学，迄较先进的所在嘛，对不对？还是要来美国做生意嘛？要来赚钱，因为美国是一个。自由民主诶，发展的天地，好，你若有能力，绝对
前途看好。但是迄阵，大清咧看台湾，咱是边陲地带。那别个咧，你这个官啦翻出，别个咧下方边疆呢，他给你派来台湾呢。你个想，现在因咧，你遐人要往边疆跑，不是往首都跑，唔是去，那边到了边疆的台湾澎湖，因为迄阵。大清的人文人咧笑咱台湾是讲鸟不语花不香，是吧？男无情个女无义，嫌个无一块好。是安怎因大清的人要走来台湾？这唐山阿公是安怎要来台湾？绝对就是作奸犯科，人要逮捕的，要甲掠的通缉犯嘛。啊，无就是伫遐刚做回头，还是安怎？下回啊，无要拿钱，欠人回啊钱，人要讨要追逃。走路来，无钱，互人走路来嘛。那么因坐船啊，要来台湾，平常时毋捌咧坐船啊人，坐细只船啊，风浪台湾海峡风浪足大，细只船啊咧颠簸足厉害，绝对吐，绝对会晕船，绝对崩脚落。迄阵遐要过台湾，毋是讲像即马呢，三点钟就载会到，迄阵。拢靠帆船，靠高诶，水流若唔对，风向唔对，有时啊规半个月都无法度来到台湾，所以伫中足侪人都爱死去啊，吼、哦，脱水死，晕船死诶，吼、哦，啊是冰船死诶，所以平均十个来，六个爱死，三个留落来，一个水土不服啊啥，生活袂习惯，搁断。但是我真怀疑这三个留落来会活袂。咱来看牡丹社事件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是倒落落岸卡，等下来讲，吼、哦，我先讲牡丹社事件。1874年，日本的琉球的宫古岛的渔民，吼、哦，伫大东的外海发生船难，那么50几个避开了，那么因为语言的关系未通，啊，发生误会，需要。南台湾族的高佛寺社的这个高沙族，台西甲村十二个，迄个这个保利，还有一个保利村的平埔族的人甲护送去凤山府城，啊转送等于琉球。那么日本政府就抗议大清，讲是安怎恁台湾的人，台湾日本人。大清调查了个回文讲，哦，无啦，嘿，方寮以南吼，枋山以南，非我大清版图啦，迄种化外之地，拢还是啊，拢还那里大，唔是咧管的。他这头多啊，有分高山族甲平埔族，而且大清来台湾就拢管平地这部分俩，到山边有啊，高山族的地盘。遐拢有立牌子，或者人质关，就是你平地人来到遮拢爱停嘞，人到这里都要停止，所以叫做人质关。因为你若搁入去许高沙族出逃，台是大清无甲你负责任，表示迄个内底就是拢毋是大清管的。而且大清咧管西部平原嘛是一撮一无连贯，因为迄阵无道路，然后河流都袂通啊。无船啊，通去西过岸，所以迄阵的地域性足强啊，语言拢无共，吼、哦，鹿港人咧讲的有鹿港腔，吼、哦，啊南平、台南遮讲的台南腔无共，鹿港伊讲，那我讲我讲迄类无，吼、哦，啊宜兰迄边佫无共，宜兰咧讲鲁南，伊讲鲁南，好无？吃饭配卤卵，好不？嘿，腔调很不一样。园林遐嘛，湾牛嘛，湾牛腔哈，湾牛的腔，腔调不一样。嘿，就是因为一撮一撮，漳州、泉州无同。啊，鹿港佫有一句话讲：鹿港死一半，因为姓施的一半，唔是真正人死一半，姓施的哈。啊。舌头萧规征，
姓肖的上侪人啦，规庄拢姓肖的啦，所以下头肖规庄啊，啊落岗死一半哈。所以这个事件，日本政府准个发问讲：好，既然那是你的法外之地，不是你咧管的，安那我要出兵买个讨伐。大清各个回文讲：罚与不罚，由贵国制裁之。你要个处罚、讨伐，你家己决定得啊。哈、哦，日本不，日本那阵都啊明治维新啊，不、哦、去欧洲买一挂新的武器，啊，学一挂新的作战的方式，啊，咧揣无所在通去实兵演练，我都有这件事件。所以西乡从那阵领3000的日本军正规军，就去这个车城啊，永春的车城外海有一个下寮，为啊登陆起来，然后伫来到牡丹这个有一个石门古战场，遐有一个隘口，底下看咱的高沙原住民族。南台湾社发生战争，好吧？但是都见日本军一定赢，因为日本军的，因为正规军有步枪，吼，有山炮。那么咱的高沙原住民族都较简单的，伊敢若有单发的步，迄、那个猎枪，啊，佮有弓箭，啊，佮长矛呢。但是几回合落来，换暗时啊，吼，咱高沙族足厉害，因为因。拢腾家个来无影去无踪，暗时要用游击战，把日本抬个安尼莫名其妙就逃到落落家吼。你如果看片影片叫做《蔡德克巴莱》，有去看的，亚洲我看嘛几个去看，我要算少了哈。咱高沙族真正是真正是勇士哈，是真。伊暗时啊，游击战做起来，啊，就真可惜。日时啊，拢战输，因为日本军较训练有素。但是尾啊，日本军发现讲，伊得爱透早出门去战，要阿妈关伊爱撤军出来，啊，去到中岛，把迄村庄个房位烧掉，因为较早拢茅草屋，拢叠个厝啊，是木头的厝，所以房个拢规整烧了了，哈。但是暗时啊，你若无紧走出来吼，无原住民族突迄、那个叫做游击战吼，你就去做侪人会死。但是真正战死的日本军还有50-60人呢，但是尾啊死的吼，50-60个，啥物原因才死？日本人毋捌来到热带恒春这个地区，热带所在风力之气第重。第二，蠓虫多，你敢若迄个蠓仔叮着登革热，较早登革热无药啊医啊。过来，哎，天高咧，登革热天高咧，嗯。过来就是食食，咱动物若死去，绝对生火神，爱火神足够传染病菌诶。日本人煮出来料理便当。火神保持站的吼，内底拢全困，啊！伊捌食着即款困，食着大家就闹屎，脱水就死啊！迄个毒蛇，迄阵恒春遐个恒春半岛上一骨壳花，吼、哦，迄足毒的蛇，啊！甲雨伞蛇，然后都毒蛇有够侪，好毒蛇是破皮死，含迄个烧尽死，才加10倍啊！吼、哦，啊！你来想。日本是有军以来哦，就遮严重。啊，你甲想，因遮个登山来遮汉人，所谓汉人，因来无抗体啊，嘛是同款登个热顶嘛爱死啊，毒蛇加嘛爱死啊。啊，蠓虫遐无迄个火神沾的物件食落，闹屎脱水嘛爱死啊。所以，你讲这三个留落敢袂活？我看上加留活一个。而且你搁个想倒转来，这个叫做登山公啦，罗汉卡，因遮走路来台湾呢，绝对无啥物横产。来台湾有工做工，无工做啥，做乞食。
那么因无炸啥物家产来，无厝好大，暗时要困底，困庙时吼，困庙庙的壁拢有画十八罗汉，困伫个十八罗汉的壁卡，所以唔怕讲叫做罗汉卡。罗汉卡是安尼来，乞丐意思，乞丐白称啦，吼、哦。所以你莫甲当作讲甲当作是讲外高级，吼、哦。但是迄阵，咱台湾是母系社会，哈、哦，母系社会，你讲，咱台湾的阿嬷，台湾的女孩子，敢会去嫁这个当山公，真困难的。因为母系社会就是妈妈做家长，家庭的发号施令，财政大权拢伊摕掉咧。啊，你会去有一句话叫做“牵手”无？过去我无了解是，我拢认为讲是查甫去牵查甫手，结果唔是。他在母系社会牵手是女孩子主动权，看这个查甫第缘投第二体格好，哦，这个赞，去牵伊的手。啊，你捌听过招翁无？招翁招伊转来做鸳鸯，所以女孩子迄阵是主动，而且女孩子，你甲想迄阵的台湾的女孩子是高高在上。伊是府长、家长，掌握家里的发号施令权，掌握家里的财政大权，所以伊会当主动去牵伊家己的男孩子，就牵伊的手，就伊转来做翁，是安尼。啊，你甲想，敢会去牵一个头拄仔迄个罗汉卡？敢会去牵一个转来做翁？困难。一个高高在上的台湾的女孩子。有主动权，佮有财政大权，伊要去牵伊这牵伊的手来做爷翁哦，招伊来做翁，哇困难。除非讲伊这个真正足缘投，生得像刘德华，啊就像金城武安尼。啊，台湾女孩子老娘有钱，我都欠一个缘投啊上，吼那安尼讲啊，都我有钱，先招牵伊的手，招伊转来做翁，甲身躯洗洗，甲换新衫五千。就人模人样，那安尼就不会讲，但迄是足少的特例啦，吼。所以台湾人，诶，女孩子讲迄嫁，迄种毋是嫁啦，招登山的阿公来做翁哦，困难，所以足少。应该是还是大部分是台湾阿公娶台湾阿嬷，毋是登山公甲登山嬷，无，吼、哦。这个要知影。好，那么明清时期甲大清吼，本土台湾人会崇外，就是会去学外来的文化，包括语言。哦，这就是我头先讲，咱会用闽南语，就是这个原因哈。好，我简单讲，过来清朝甲咱台湾人闽南话，包括语言哈。那么你想啊，有诶，咱头祖庙只拢讲客话，无唔对。去当时大清派官员来桃竹苗地区，遮拢叫广东遐个的人来遮做官，啊，所以遐个人来就用广东话做去当地桃竹苗官方语言哈。啊，咱台湾人来去学因的语言，学闽南语呐，也要讲，比如西拉雅族呐，也要去讲了，要讲闽南语，那么大清的官会当甲伊先属于做官。可以做翻译官，哈、哦。那按人看，西拉雅族有纠纷，啊，就要签契约，都由这个翻译官来做翻译的工作，哈、哦。所以买辆树官，包括树神，像我的神，我姓潘，我就是树神，啊、哦，我是祖先。那么就是迄阵，大清的官员来台湾视察，啊，咧问地方官，问公官的祖先。因姓啥？台湾的祖先拢较爱住伫溪边、河边。爱问侍从官，伊讲无啦，因遮拢无姓啦。啊，所以迄个大清的官员就诉阮这个部落，啊，阮的祖先讲啊无，啊属于姓潘。啊，这算做学问，因为阮拢住伫溪边、河边，你要注意住伫水边的番，哦，山顶水攀有无？住伫水边的番，哈、啊，阮的姓是安尼来。啊，这
三点水有水，你看下骹有田有无？啊，你若甲播种、播稻米，顶下来发米嘛，吼、哦，有水有田啊，播种子类的发米出来，顶下佫一撇，吼、哦，漂漂的台湾人安尼，吼、哦，我的姓是安尼来，吼、哦，臭屁者，吼、哦，我的姓潘是安尼来，吼、哦，而你会记我就是我马卡道族，就是马英九卡在平交道去做的哈。哦啊，住伫水边会翻啦吼！啊，讲到马英九，讲一个马英九的，即马消遣马英九变成一个全民运动啦吼！马英九，伊就做爱 long stay 吼，有一届去这个养猪户的农家去 long stay， 啊，提供吼，这养猪的，伊唔是自己嘛，饲鸡啊、鸭啊、饲一寡狗啊啦吼。啊，当然养猪户在时啊起来吼，啊，慢叫啊起来，啊，就要求主人讲啊，主人你引出我参观你的农场，你镜头前甲阮引出，啊，迄个养猪户的主人无啥会晓讲话啊，足我那像柯文哲啊，足直白，讲足直的，甲慢讲啊，报告总统。你头前啦，我较惯是行伫江西后壁啦，伊拢咧赶猪啊、赶鸡啊鸭吼，阿妈因叫拄啊马、羊啊、狗啊，拄啊那动物咧，伊讲我较惯是行伫江西后壁呢。好啊，即嘛到中岛吼，参观煞到中岛，啊，主人嘛，因太太呐准备一道做节操的吼，啊，当然太家己无煮葫芦翁，无。用抗生素饲的鸡啊，吼，啊，点只鸡点到哪呢？慢叫硬个，硬着鸡脚吼。啊，你咱中国人吼，做个用做漂亮的词汇安尼来用形容词，硬着鸡脚了，硬开讲哦，这个凤爪好，你讲凤爪，硬着一撇啦。啊，佮硬着鸡脚特别好，伊讲要互主人食啦，主人你要懂咯，总个懂咯，啊。报告总统，我们不得吃鸡脚啦，我拢老虎狗食啦，拢老虎马英狗食啦。嗯，好，小金咱到这为止哈。好，过来咱来看，那么日本时代嘛，把咱台湾人皇民化。好，你看日本人叫咱爱国自己，爱准恁啊，恁这口罩呐，厝的人呐拢会晓讲自己，就给你挂一牌讲国语家庭哦。伊迄阵叫做国语，蒋介石来用北京语讲嘛，就叫做国语，嘛叫咱来学北京语吼。好，好，战败国的人民拢爱离开台湾，所以嘛保存本土台湾人有85%以上原住民的血统。我改用原住民，吼，咱唔是干那原来住伫遮尔，咱阁是这块土地主人，吼。好，咱来检讨讲。建白国荷兰，哈、哦，荷兰人迄个郑成功，好、哦，甲赶走，所以荷兰无留偌济血统伫台湾，因为迄2000几个，伫热遮兰城迄个郑成功，好、哦，20000个兵马甲包围规半年，食甲迄个无粮食哈，内底无水无断水断粮啊，吼、哦，只有导航。唔是真正讲烧成战败，是真正有围下来底无物件只。郑成功伫外口屯田，吼、哦，就是伫外口布条啊，种番薯安尼。啊，伫外口有土地，有通种物件食。啊，伫热遮兰城内底无啥物土地，迄两几个人民嘛食到无物件好食，吼、哦。好，那么郑氏王朝因为施琅叛变，所以又大清甲消灭。那么郑氏王朝的遐官兵，台死的台死，台无死的掠落去，拢搁甲遣送倒去大清，所以嘛无留偌济郑氏的汉人的血统留伫台湾。好，大清帝国同款，只要有战争了，战败签合约了，因的兵军功高拢爱撤退倒去大清，好、哦，所以嘛无留偌济，迄阵。日本人来了，开始在做调查。
老在台湾的外国人，迄阵有差不多九千几个，哈，但是其中10%差不多97%，拢算是台青的人，老在遮咧用安尼做工课，哈，还是老在遮咧做生意的，无。遐九千几个，你甲当作讲拢总台青的人好啊，拢总汉人，甲当作一万人好啊。但是迄阵，咱本土台湾人、日本人来调查，咱迄阵有差不多300万人，300万比1，安尼差不多偌济？1/1000。迄阵台青留伫台湾有差不多1/1000俩。上加台湾人的血统内底有1/1000是台青的血统，安尼俩。好，好，过来。台青迄个大日本帝国，甲等于甲拍败了。因拢等伊嘛吼，差不多来捞1/1000捞伫台湾咧做生意做工诶吼。那么大日本帝国1949年8月15日投降了，到10月25日中国军来开始甲日本迄阵派来伫台湾，差不多到尾40万诶军公教人员拢遣送等于日本。本土，那么迄阵台湾已经偌济人，差不多600万人，好、哦，所以日本人战后嘛无留偌济基因伫台湾，所以你安那只战败，啊、哦，大日本帝国迄个美国拍败，大日本帝国遮人拢要中华民国这个大陆的占领军遣送等于日本，嘛无留偌济日本的基因了，所以咱本土台湾人的血统还佫有85%。要个计算哈，好，那么嘛真奇怪呢。啊，中国血统差不多1/1000尔，啊，咱家己原住民的85%的原住民的血统，咱唔承认85%，竟然你承认迄个1/1000讲伊用了中国人，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，啊，你看这有含无？这嘛算中华民国国民党的党国教育成功哈，咱用洗脑的哈。好，就是要了解哦，哈。好，那么日本时代台湾人的户口填本，即马来用做个安尼一块地乌，我了哦，即拢做乌，啥物原因？即就是咱的身份的密码伫内底。啊，中国人来了，中国军来了，发现讲哦，即袂使让台湾人诶后一代知影，老一辈若死，啊老一辈若无讲，咱真正着用各用骗你。日本人只要有战争了，开始接管台湾。伊日本人要来管台湾，真正足用心，一步一卡印。伊要来管台湾，伊也了解台湾的风俗、语言、地理、文化、生活习惯啥呐。所以，伊就先调查讲台湾有偌济人，啊是拢啥物款的族群的人，要调查清楚。台青无做户口填本哦，日本人来了后，这款户口填本出现了、哦。这是先进国家要管人民的事，好、哦，一定要先做这個。那么这乌乌的就是哪？日本人先来调查讲，譬如讲，桃竹苗地区这些道卡斯族，伊嘛来调查讲，啊，你拢讲客家话，但啊，但是你族群你是道卡斯族，那你应该要讲道卡斯族的。回忆啊！啊，你拢讲客家话，啊，写一个广，讲广东的客家话，伊个咧写广。啊，你莫误会，就是讲恁的祖先是广东来，唔是。只是你忘记你的主语了，你干那村里要讲客家语，伊个咧写广。但是因为你是平埔族，所以嘛，个咧写一个苏番。好、哦，那么呢，新的复兴乡。遐个泰雅族受到汉化的冲击较少，因为拢离较清淡来，所以因的主语因拢要讲，所以台青就甲写因，伊不要讲客话，哦，伊就甲写伊是苏或者青番、生番，所以平地叫做苏番，高山叫做青番，
哦，咱拢叫番，佮有分青甲色个，哦安尼。好，那么你若台南地区，你着西拉雅族个，啊，你已经三百几年来拢咧讲闽南话，已经袂晓讲你个西拉雅族个族语啊。那么日本人我那个你写苏番，啊，你讲闽南语，个你写福建的福，你福建的。南部叫做闽南嘛，哈，福建简称闽啊，福建的南部啊，你拢讲福建南部的话，所以我那个你讲你有这福建的来的人，其实唔是，你唔是福建来，只是你已经不要讲你的主语，所以个你写一个福，啊，因为你是番，是平地，伊个你写苏番，哈，安尼，只个你做乌的拢来做去，伊无好你看了你是广还是福，无好你看你苏番还是生番。因为你若苏番、生番，就代表讲咱跟因中国来遐，咱跟伊无共作。伊要甲咱骗讲，你们回归祖国的怀抱，就歹骗了。哦、OK， 这就是咱一挂密码，咱的身份的密码，用砍掉的、哦、好，这去年二月二五，哈、哦，《自由时报》报的，被要求撤销驻记首。南市府市内政府管太多，啊，这报道报的哈。台湾的中华民国解释讲，并非法定原住民族，这是应该你讲的哈。中华民国你不要让西拉雅族变作法定的原住民族，不要你认为讲你是本土台湾人的意思啦，啊。那么。西拉雅族是台湾早期最重要的原住民族，过去还用罗马拼音书写西拉雅语来与汉人订契约，称作新港文书哈。但是台南市政府因市议会有家己有通过，因西拉雅的民族是原住民族。过来看这哈、個，苏番一直平埔族哈。那么在台南市之后，高雄市、屏东县也响应此一做法，就是讲，我来认为讲，只要是平埔族拢中是苏番，拢是原住民族。好，咱来看中华民国军政府。以利用对辣椒来抵御咱台湾人，台湾人的服服帖帖，哈、哦，好，这真重要，你来记好哈、哦。台湾人的失败在遮，来屠杀精英，以利用二二八事件有计划屠杀咱台湾人的精英，甲要三万人，这三万人是咱。日本政府开五十年的时间所训练出来，蒋经国是情报头子，在战后，麦克阿瑟命令发布，哈，伊就派情报人员入来台湾，在各乡镇区搜查地方的头人的名册。然后利用二二八事件发生，开始清乡的时候，开始掠人、杀人，把这精英依照名册，拢掠来杀掉。你知影，因是三流的中国人，要来管一流的日本台湾人，绝对管袂落，因为有这些头人会当领导抗暴，所以一定要先把这些人才、这些领导人物、这些精英。先抬掉，安尼伊要来管台湾，较好管。好、哦，过来搞垮金融与经济民生。因来台湾了，发现讲台湾是宝岛，粮草丰足，什么东西都有。仓库内底秘足的糖、油、米、盐拢有。结果因发现讲来遮接管日本留落遮资产。叫做日产哈，
所归由党国所有，因为因迄阵中华民国定义就是国民党嘞，党国一体。既然接收日产的东西为中华民国的东西，就是中华民国国民党的东西，所以在牛市、糖油、米盐，拢总搬运去上海，倒卖黑市，因为那种国内内战。那么粮食欠缺，糖油、米盐，物价飞涨，所以提一下卖，哦，计较做好，甲台湾的牛市一直稳。而且伊那啊，那咱台湾人家己厝内物件，伊用纸甲咱换，敢那卫生纸，啊，敢那讲咱咧收金的纸换，伊来了一直印古台票，一直印。哦，你这遥控器一百块，我印钱给你，甲你换。保温杯，哦，一百块嘛印，拢用纸甲你换，一直印。古台票一直印，所以迄阵物价一直飞涨。一至三期，买到尾啊，咱台湾人的物件用纸换了了，咱台湾人家己厝内转钱转纸，古台币一堆，换咱家己咱买一刀币，换咱爱派一包的钱出去买。啊，到1949年的时候，哦，恁台湾的物件我买了呀吼，啊，恁内底钱足多，好好来开始变更币值。来换印新台币一块，要摕较早旧的台币40000来换。哎，咱即摆若石油起一个3块，咱就尴尬叫啊！一斤两啦，起一成，咱嘛哀叫。哎，那时候是48000啊！你即摆若甲讲物件起一倍，我大家会起来抗爆未？我建材家拢因拢变过，拢甲放回收去啊！迄阵是48000，你看有食力无？整个经济民生拢歹，规个金融40000一块，规个金融歹个。来你看，哦，1949年迄个时阵呐哈，奉令以40000元比1元折成新台币，你看，你要摕40000去换一块啊。所以迄阵有人伫阿袂币值换前几工啊，7-8家的土地卖了，讲要起大厝。哇，换了现金收到了，即马40000一块，即马换了遐钱要起，有煞剩会当起一间了呢。所以这两人尾啊，只好自杀以谢家人哈，因为无民主去看，搁等于看厝的人。那么你甲看这个，你嘛会当为只看到讲，中华民国无台湾的主权，为只我来看会出来，因为呐。如果台湾是你的啊，那已经过户给你啊，那么你要发行新币制，你当然无用你的中华币，你开还搁你用台币，只是加一个新。你那是台湾是你的领土的时，变过已经过户给你，你要到底发行币制，你要发行中华币啊，因为美国有美，英国有镑，法国有法郎，日本有日元。你中华民国，你拿你要发行在台湾改变新币制，你要发行你的中币啊，中华币啊，那也无，不就出来？好，台湾无过哦，中华民国，所以无法度大家叫你40000来换1块钱的中币，没有，还是新台币哈。好，过来，大地主给你变成小地主。一两耕什么耕者有其田啊、哦？375减租哦，讲这是全世界上好的土地改革。啊，你甲想，因中国人敢为中国砸土地来台湾？无呢？啊，这拢咱台湾人本土的土地，所以伊要安怎切边啊刮，伊袂听。今仔日来切刮伊的土地，无理他你。国民党，你若讲认为土地改革较好，耕者有其田，三七五减租较，恁阿无一定中华民国、中国大陆遐来实施土地改革，就是迄边个土地是恁来恁来割，遐地主会听，啊恁家己嘛割着家己的土地，所以
伊唔敢多啊实施啊，来到台湾，反正这土地拢唔是我的，哼，变哪切，再一切，好、哦，啊，你讲想，这三种人，一个有头壳的精英，一个有钱的精英，一个条啊卡，这电影的条啊卡，大条啊卡，拢变做小条啊卡，这三个拢无啊，这精英嘛爱有钱来斗三工，佫爱有条啊卡。去招人，这地方的头人，地方化水的跟党的人，拢变小地主呀，嘛无力呀。所以这三项拢无的是要抗暴就介困难了。而且过来，台无死的、掠无去的这，利用白色恐怖来甲你恐吓。你所讲的若无下国民党听，连咪就掠来去关，去掠到关，好无？去关魂，政治迫害。所以到尾啊，台湾人有一句话讲，老大人拢甲细细讲，囡仔人有耳无嘴，饭加食寡，话减讲寡，政治莫插，好无？叫咱拢卖插政治。中华民国国民党走落来遐，拢嘛因咧插。所以迄阵的台湾人，许多人讲叫囡仔，你莫去甲我读啥物法律系、政治系，你拢只能去甲我。医科的做医生，好不好？对了，用教育哈，敌性反转、身份错乱的愚民教育，敌性反转的我头头，咱本来是大日本国咧，跟中华民国咧相争的哈，但是咱战败了，伊甲咱讲回归祖国的怀抱。咱向说敌性反转，咱本来咧烧钱的，举刀啊烧台，举枪咧烧崩的，讲咱是共国的，戆台湾人一半伊将拢跳过叛变日本国，去做中华民国的国民，自认为是中国人，这就是敌性反转，就是你的新闻就错乱去啊！到底你要效忠谁？本来咱是效忠日本天皇，啊你怎么？敌性反转，你跳伊，因为你是中国人，啊，你就变效忠中华民国去啊，吼，啊，这就身份就错乱了，啊，这嘛是国民党教育成功，伊用愚民教育安尼教，吼，过来假民主选举，咱这嘛这选举敢有公平？你要选举唔得爱起跑点一样，结果国民党吼，第一有东山，伊会当政策买票，伊掌控媒体。掌控整个发言权、哦、所有的媒体无论是电子媒体、哦、电视台还是报纸，遐主管、遐总编辑，差不多拢是中国人。咱台湾人敢来这样，跟卡梅拉、查甫举麦克风去采访，采访等下影片还是文字稿，爱上我经理、主管、总编辑在看。哦，啊，这报了对我国民党歹，啊，这莫报。修改，我、哦、这报的对台湾人、对民进党派报较大片呢，叫啥论报？用安尼来控制整个舆论的导向，你甲咱洗脑，吼、哦！在安尼情况下，买票，国民党东迄、那个东山的买票，而且黑白挂钩，你乌道也好，你八大行的头家也好。你只要有配合我国民党的政策，吼、哦，选举的时候票你替我买，替我开票开的出来。啊，你八大行业咧违法乱纪，我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互你开，互你趁钱。乌道来，乌道会听国民党就安来。哎、欸，有事情国民党遐党工会替你出遮好平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那么选举的时候。要开票的，要投票的，前几天啊，一礼拜开始买票，黑白挂钩，乌道也出面，白道是林长、李长，民众服务社这人钱炸的，啊炸拢有做记号啊，知影这是会当买票的，啊这绿的铁杆分子，啊这免被跳过，按照名册开始买，来到领导，钱交你。
民长、里长交你了，你若修改了，边仔一个乌道的，穿乌西装的，还是黑大衣的，内底唱一声啥？神明，那不是关公，就是妈祖。啊，你若钱切啊，我就兴个。关公有看到，妈祖有看到，你票爱投出来，连神明要绑架阿基勒买票，台湾人惊鬼神。你用神明甲喊，哦呀，我哪有讲提钱呢？啊，这神明有看到呢，啊，这票爱投我人哦，好，安尼票都要买呀。出卖自己，全世界无志气的台湾人都安方买票。后壁你若讲讲啊？投票是人民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表态，一个公平的选举制度，它会让恁台湾人冲到边安尼去。这是国民党的杰作，这是伫民主、伫美国人还是欧美的遐先进国家咧看这款代志，是足不可思议啊！你们五百块、一千块就把自己的人格卖掉了，家己个。价格看得这么低，你的人家敢用500块、1000块给你买掉的，哦，这对人来讲，足不可思议的，哈、哦。所以讲，按咱就当然输了，哈、哦。好，啊，咱来看，为外国来的一挂品种的作物，好、哦、来来看，有番石榴、番茄，那为外国来，拢会方加一个番。啊，这番仔姜，台湾姜种伫土家底，姜母鸭迄姜有无？啊，这发伫半空中，叫做番仔姜，这外国人咧食诶，叫番仔姜。啊，这番薯、番薯啊，啊这番麦，玉竹竹番麦，这拢外国来，外国品种入来。啊，这番仔花，嘛是外国引来。啊，荷兰人，咱迄阵拢个叫做啥？红毛番有无？红毛番，啊，高山族的讲叫青番，啊，高山族有些唔知影，讲哦，啊，你红毛番，啊，我青番，咱拢番，啊，安尼咱较早兄弟爱番，有这番误会哈。个咱咧讲，荷兰人咧用的迄个土叫做红毛土有无？水泥，就是荷兰人迄阵印入来咧用的，咧砌厝的混凝土爱用。水泥在搅，荷兰人头毛红红，所以人叫阿毛番。啊，阿毛番咧用的土叫做阿毛土，哈、哦，安尼，安怎样哈？好，啊，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哦，我也先讲到这，明仔八点还阁继续。